所以我前天呢，我去台南金钟学会，台湾的那个台南国学书院，参加他们所办的第二届啊企业经营研讨会。好，国学书院呢，他们在落实老法师的三个根的工作，啊，把传统文化推到企业去。那我就听到我们啊，以前台湾的一个经济部长呢，叫王志刚啊先生，他对台湾的经济呢贡献非常的大。他离开公职以后呢，他也慢慢的去亲近佛法跟三宝。他课讲得非常好。他为什么学佛呢？啊，他讲课也是很风趣。他是因为他的母亲往生以后，那骨灰呢葬到我们啊这个台湾省呢啊新北市呢淡水林前寺，他妈妈呢就葬在那里。他因为这个原因呢，他就啊亲近了佛法。他讲很有意思啊。他说他学佛的过程呢，他跟着另外一个师兄呢啊，也是官场中的人帮他引进的。那么他去打禅的时候呢，啊，老和尚在旁边讲放下放下，他是脚酸的不得了，因为他块头很大，他听成放下呢，就把那个两个腿就放下了。然后呢，他后来慢慢的请教老和尚说，我该读哪一部经？那老和尚就告诉他说《金刚经》。然后他去问其他和尚，其他和尚也跟他讲《金刚经》。他说奇怪，难道佛门只有一部《金刚经》而已吗？他就开始读《金刚经》了。哎，他这样不断的去修哦，他也去参加这个佛寺所举办的三昧水忏啊、梁皇宝忏，因为他毕竟是官场中人嘛，可能他比较适合啊，这样慢慢把他带进来，先以利过千而后入佛智嘛，用各种善巧方便把他接引到佛门里面来。然后他最后就讲一句话了，他说怎么去领悟那个金刚经的道理。他就讲了，他说我们常常会想不开，会嫉妒别人。比如说他说呢，他说作为一个企业或者政府的领导人，你应该要怎么去修持？这里讲这个歇怨呢，他就不能够平心了，他会嫉妒人家得到，喜人家失去的，他不推荐贤能啊，而且会嫉妒人。他说呢，天才不适合做企业跟政府的领导人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天才不是正常，他非常人，所以他不适合做企业跟政府的领导人。他适合做什么？他适合做医生啦、科学家啦等等研究。他说：“你怎么做一个成功的一个企业或者政府的领导人呢？”他说：“第一个，你要会懂得怎么去督导部署。那么，第一个你要会识才，知道谁是人才，然后会用才。但是他说呢，不能够忌才、嫉妒。”那最后呢，他再慢慢去领悟的，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这个智慧。比如说，他说老和尚经常读《金刚经》，他去读读读读读了，有一天呢，他领悟到一个道理，他说：“佛告须菩提呢，东方虚空可思量佛。”他说：“佛也。”他说：“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，佛也。”那佛用这个比喻说，东方的虚空这样呢，可以可思量佛，就是你知道它有多大吗？它有多远吗？那当然是无量的大，无量的远嘛。你看得到东方的虚空吗？你知道是东方虚空在那个方向这么大，对不对？那佛在一个比喻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上下是虚空可思量佛，那东边你测不出来。那西边呢？那北边呢？南边呢？那东北西南，那西北东南，这样就八方了。那再像上下两方，都虚空可思量佛，佛也没办法思量。他用这样做比喻，
所以他在读到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妙行无住品的时候，他有一点点悟了。啊，我明白了。我们现在不是在嫉妒别人吗？我们不是在埋怨别人吗？我们这一点点小小的烦恼，跟那个东方西空可思量佛无量远无量宽无量大，怎么能够比呢？他说：“我那个小小烦恼跟西空怎么比呀？”放下来了。啊，他说：“那这样我懂了。你看看，他了解这个东方西空可思量佛，这个佛讲这个经的意思啊。”佛不管是在讲功德，在讲福德，他说福德不可思量。你不住相，你不住六尘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佛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。当福德不可思量的时候，他就跟信德相应了。佛叫你离相布施啊，不住六尘布施啊。最后他这。台湾人中台禅师的维吉老和尚送他墨宝慈悲喜舍四个字，那就把它裱起来挂在他的这个厅堂。那么有一天他到河北去拜访，那刚好到那个地方也是参访一个佛寺，那个佛寺的和尚呢也送他一个墨宝呢，也叫慈悲喜舍。他两边拿回来说，奇怪，这个中台禅师跟大陆这个河北两个和尚两个都不认识，那为什么两个同时送我慈悲喜舍呢？他后来就慢慢去思维，他年纪也蛮大了，七八十岁了，但是现在到处在讲传统文化跟圣贤教育跟佛法，然后结合他一生的丰富的这个经验，他当过我们台湾的经济部长，对外贸易协会的董事长，对台湾的经济贡献很大，他可以把世间法跟处世间法，他都融合在一起，是个很难得的一个宰观身的视线。他后来怎么跟我们上课讲的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明白的啦。”他说：“那个慈啊，我们讲这慈是欲乐呢，悲是拔苦嘛。你知道他怎么解释吗？他说啊，那个慈啊，欲乐，那就是我让众生快乐啊，是欲乐，那欲乐就不会嫉妒了。”他说：“那悲呢？那悲就是要拔苦啊！那怎么拔苦？你帮助他，他就不会苦了。”他用最简单的道理去解释“慈悲”两个字，一个是什么？给众生欢乐。这是不就我们讲的吗？但念众生得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吗？他说：“悲，那悲就是帮助众生，他就不会苦了。”然后他就讲：“慈悲喜舍，那个喜呢？”那别人做成就的，你要给他鼓掌赞叹。哎呀，你了不起呀、啊，这叫喜呀、啊。他说：“连鼓掌都舍不得啊，这叫赞叹呢、啊。”慈悲喜舍。他说：“那个舍呢？”他后来就想想，到底是舍什么呢？是舍钱呢，还是舍体力呢？他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”他说：“舍我心中那个，我非常的痛苦，我非常的难过，我非常的。”不平，你对不起我，我非常的嫉妒，我非常的苦恼，你不应该这样骂我。他说：“你把那个舍掉，把那个最苦恼的心，那个苦乐忧喜的心，把它舍掉。”他说：“那个就是舍。”哎呀，我听他上课讲完以后，我说他恍然有一点相应了，不简单呢。他能够体悟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东方西空可思量佛，他把它引申到我这一点点小小的不如意算什么，我这点小小的烦恼算什么，然后他再把慈悲喜舍诠释的这么理想这么美好。他后来做一个比喻，他说我们在学佛，我们在念佛，我们就要把握当下。佛陀不是叫我们躲在深山里面，在那边呢啊，青灯木影。他说不是。佛陀呢，告诉你众生有病，我才有病。然后，因为他是帮台湾的小云导师开两年的课，在华范大学嘛，
那小燕导师是我们台湾算是一个修行成就的比丘尼，他盖的法幻大学盖的非常成就。那他跟这个王志刚博士呢也认识，他请王志刚博士呢到法幻大学去教书，最后送他两幅画。第一个，他说呢，众生有病，我有病，这是维摩诘居士说的。众生没有病，维摩诘就是说我也没有病。众生有苦恼，我才有烦恼。众生没有苦恼，众生都解脱了，我也解脱了，我也没有烦恼。这是菩萨的胸怀。第二个，那第二幅画是什么呢？要向有人处去行，你要到有人地方去度众生。他后来领悟这个道理以后，他讲，他说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你修念佛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去广度众生，去帮助众生。你领悟了以后，你要把这个领悟的道理去告诉众生，怎么离苦得乐，去把握这个当下。他最后就勉励大家这样去做。好，这是我用他的故事特别来引申到说，你怎么去修慈悲喜舍，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嫉妒。我常讲的，我们台中有一位这个父亲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啊，做一个农会的总干事，但是他唯一的儿子独子呢，竟然是啊强盗、吸毒、窃盗罪，后来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关。他爸爸觉得呢，非常的惭愧啊，无颜见人，所以喝农药自杀。他让这个儿子呢，在监里面知道他父亲自杀了，他假借这个孝心呢，假借孝心，他根本没那个孝啊。他就跟法官说呢，他要回去回家奔丧，就是他要服丧。法官也慈悲让他回去啊。结果他爸爸刚好留了1000万的遗产，他回家没有奔丧守孝就罢了。他竟然把他爸爸遗留给他的1000万的家产，在短短49天之内，49天是我们79天嘛，服丧期间嘛，他给他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招妓买醉，结果呢，1000万全部花光。那么天地有思过之神呢，就来了，恶心就栽植了。除了行祸随处，就恶心栽植啊！算尽这时啊，他就算尽这时啊，躲计躲算了。我们前面讲的，你说感应篇道理你不信，那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躲计躲算，你说真的吗？会躲我的寿命吗？一计是16年。你害你父亲死掉，那已经不是躲一计12年哦，那搞不好一次是砍3计哦，36年哦。他儿子也没几岁啊，30-40岁而已啊。就在49天之内，每天夜夜寻欢作乐，结果骑摩托车回去台中他们的家，莫名其妙去撞到旁边的车子，再去撞电线杆，然后人飞出去，死在马路旁边。这不就是躲计躲算吗？这个你讲给那个不孝子听啊，真的，发生有时间啊，有地点啊，有这个人，你相不相信？他不相信，他也会怕。哦，前面的已经这样摔死了，那我会不会也摔死呢？我会不会遭天谴呢？就是因果教育是真的有用。老法师说伦理道德啊，他羞于做坏事啊，但是因果教育呢，他不敢做坏事啊。所以老法师说因果要多讲有用。
这里也讲啊，身心灵果断恶修善啊，尤其是口业，哎，这个口业我们真的是要修的，口多啊，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。所以能够自己常常呢，保持这个清净心，保持自己的厚道。其实最容易伤人是什么呢？依我看啊，这个嘴巴很容易伤人。啊，现在比较麻烦，还有手机也可以伤人。手机传 Live、微信、WeChat， 一篇文章就可以骂人，可以伤人，那也是口德哎。所以你要保住自己的厚道，就是福德啊，福报啊。所以呢，印主说，我们怎么教小孩？刚才我们提说呢，那怎么把小孩子教好，把小孩子教成圣贤？这个崔院呢，他的座右铭是悟道人之短，悟世己之长，是人生悟练，是做事生悟忘，啊，事欲不足目，为人为纪纲，隐心而后动，谤义用何伤，勿使名过失。如果做到崔院的这个境界呢，印主说呢，父母爱小孩无所不至，啊，为疾病患难呢更为阴心。那么就像你看待小孩子的这个缺点，就像你照顾小孩子生病一样，这么个担心，一样的道理。小孩子开始能说话的时候，小耳普能言，即教也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。这个我小孩出生的时候啊，我就开始他懂事的时候呢，我就叫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。哎，我真的还做到呢。我叫我小女儿呢，我说你小时候呢啊，大悲咒一天呢最少要念三遍，啊，般若心经一部，啊，般若心经要背起来，要念一遍。哎，说我叫他大悲咒的时候，有时候叫他三遍到十遍，那观世音菩萨圣号念一百声，每天都这样教他。我说你上课前要读要背，啊，回来要念一遍给我听。他现在福报很好啊。一到现在都很好，都能做到怎么样？我们能做到印主这样讲，小时候开始能说话，你就这样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有个师兄的洪居士呢，洪文清师兄很有意思啊，他现在当爷爷了，他帮他儿子呢带小孩。那洪师兄他是一部无量寿经以及佛号，所以他怎么教这个小朋友呢？他爷爷阿公在抱他会哭啊，他就练那个唱诵。阿弥陀佛三经色，他就念那个唱赞那个字，阿弥陀佛三经色，那相好光明无等伦，他就唱那个这个偈给他那个小孩子听。好，有时候他用各种不同的调唱给他听，用拍打，在阿弥陀佛三经色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白好完全五心明，灌木澄清四大海，光中化佛无四意，化菩萨中亦无边，啊，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邪念登彼岸，他就练这个用唱诵的，啊，有时候你可以学这个，啊，阿弥陀佛三经色。我们的洪师兄就用这个方法，你叫他念阿弥陀佛，他小孩子又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他慢慢就从他开始懂事的时候，叫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他就教他这样。结果这个小孩子很可爱，上次带他到我们的佛堂来，他只要跟他讲说去拜菩萨，他就会从前面菩堂跪下去顶礼三拜。那小孩子很乖啊，所以他听到净空法师在讲电视里面讲经了，那个小孩子就乖乖的听在那个电视前面一直盯着老和尚，他也不晓得他听什么，他因为他还不完全听懂啊，哎，他就乖乖坐在那边听净空老法师讲经。这个小孩子将来长大会变坏吗？他绝对不会变坏的啊，因为一入耳根永为道种啊。所以我们那个洪文清师兄就用这样
抱着他那个孙子啊，他就念阿弥陀佛经中唱诵，那个小孩子阿弥陀佛战记还没念完，他已经睡着了。阿弥陀佛已经让他睡着了，这就是什么？即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。那么，就算他数数少栽培，就是说他过去之中也许他的功德力不足，少栽培。但是因为你现在给他这个善根、善的力量，乘此善力，必能祸消以为民。为什么？用这样的功德，让他今生能够消灾免难。否则小孩子出去，你根本看不到他，对不对？现在灾难很多啊，小孩子有时候出去旅游啊，有时候会有灾难啊，外面很多灾难啊，你怎么能够让他消灾免难？一直告诉你，就算数数少那个栽培，可能他得机的不够，但是用这个善力可以祸消以为民啊，可以消灾免难啊，福至以不知啊。化解灾难不就是有福报吗？这叫福到了自己都不知道啊，福至以不知啊。而观煞病苦等险难，那么有险关有难关，他有遭到一些煞，煞就是我们一般讲叫人间讲煞气，有病苦这些险难，都可以无虑，可以不用担心。这就告诉你父母怎么样可以让小孩子保平安，能够消灾免难，出外能够吉祥，你要学印度这个开示啊。那么稍微懂一点事情的时候，要告诉他什么？教他忠恕仁义，忠恕仁慈。我们刚才有提到恕，培养他的心量，教他忠恕仁慈，戒杀放生，以及三世因果的明显事迹，让他养成好的习性，必习以成性。那么小孩子在小的时候，他如果他常常会去玩这些小动物、小昆虫，比如说蚂蚁啦，这些小虫，他印主告诉你，在尔时不敢残暴为戏虫蚁。你告诉他这个戒杀放生、忠恕仁慈、善事因果，他碰那些小蟑螂、小蚂蚁，他就不会去伤害了。尔时不敢残暴为戏虫蚁。长大断不敢做这些作奸作恶的事情出来，不会为父母祖先带来耻辱。邪火就这么就近这么好，为什么不邪呢？佛法告诉你，义父言子，做父辈的要慈悲，义子言孝，义兄言友，义弟言恭，夫唱夫随，主义仆忠。鸟类都有灵性哈，这个佛陀教基金会啊，净空法师那个华藏讲堂啊，佛陀教基金会的十二楼啊，在那个十二楼，佛陀教基金会的十二楼是佛堂，那佛堂旁边的是斋堂，小斋堂，不大，小小的。那小斋堂的旁边呢，以前净空老法师在佛陀教基金会讲经，都会在十二楼斋堂用餐。那个斋堂旁边外面有个小小的花园，那时间一到呢，那所有的上百只、好几百只的鸟都会过来，麻雀啊，他们就等在那边等待食物啊，他们也不怕生啊。我们人呢要用午餐呢，用午斋，他们鸟也要用午斋啊，用午餐。那这个佛教基金会的义工呢，或者说朱基士呢，到时候就会撒这些稻谷在那个阳台，在那个小花园，那鸟全部过来吃。那吃完以后，他们就全部飞走了。啊，时间到，它又飞过来。啊，这个啊，跟李希子呢，啊，鸡稻谷呢，在田园，恐这些啊禽鸟饿死，道理是一样的哈。